这雪超软的，你看，哇，手好冰。跟大家介绍的是 Gorse Mountain， 是位于北温哥华的一座山啊。这座山就是不管夏天或是冬天都有很多人来，你可以搭公车或者是开车来，但就是搭公车上来停的地方哦。然后它就是直接站这个旅客中心的外面，这边还有 EVO， 就是还车的地方，所以你也可以开 EVO 上来，像是这里，因为可以还车。夏天的话就是可以爬这个山，爬上山大概要一个半钟头左右，就是我的话是一个半钟头。那我夏天的时候爬过山其实真的蛮累，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健行步道而已。那因为今天天气还蛮好的，所以今天就有开放可以登山，所以夏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来这边爬山。那如果你不爬山的话，就是大家可以去搭缆车来回 round trip 是44.95元。我来爬几步路好了，树上的雪都掉下来了。缆车买票的地方，上面还有加拿大国旗，好可爱。今天超适合滑雪，因为昨天才刚下了很多雪。莱丁这种就是可以用滑板然后坐在地上滑雪的那种，还蛮好玩的，去看一下。下面就是可以租那个雪板，然后就是坐在地上滑下去。但这个是晚上它会有灯光很漂亮的一个 light walk。今天雪还蛮好走路的，所以我就没有租雪鞋。世界耶，租一次雪鞋的话是20块左右。那如果你年票的话，你可以免费租一次的雪鞋，然后之后都是打8折哦。哇，今天这边看起来都没有人哎，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去滑雪了。来 Gorse Mountain， 如果你没有想要滑雪的话，你就可以来走 snowshoe。Gorse Mountain 有蛮多的 trail 可以走，所以就算你没有要滑雪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，就是走在这个雪地上散步，就超棒的。但温度很低，可是其实没有很冷哎，可能是因为今天有太阳，因为太阳超大的。可是手是还蛮冷的，那手你看有点红。好美哦，天哪！好，那我们要走到这个桥，这个其实有点恐怖哎。超级推荐大家冬天一定要来走 snowshoe 的啊！一整个都没有看到人，现在我的后面终于有人出现了。下次也要来滑雪。那我还蛮推荐，就是大家可以买 Gorse Mountain 的 One Year Pass 或者是 Snow Pass。那 One Year Pass 它就是包含我们刚刚上山坐的缆车，那还有包含一次免费的 snowboard 和 ski 的租借，然后还有 snowshoe 和溜冰，像是底下那个星巴克啊，它就是可以打8折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蛮划算的。如果喜欢滑雪的人，就是还蛮建议可以买他们 Gorse Mountain 的 Snow Pass。就 Snow Pass 它除了包含 lift ticket， 还有就是我们上山的那个缆车，我觉得它有一个蛮划算。如果你想要带朋友来的话，它还可以带一个朋友费的 lift ticket。那一张 lift ticket 就要60几块了，对。好，我们走到大家要滑雪的地方了。那如果大家没有滑雪的话，就不能走到这一块里面。它这里面就是大家在滑雪的地方啊。这边有很多的小朋友，就是这么小就开始滑雪了，我觉得好厉害啊！你看，这是 ski， 然后那个小朋友坐在地上，他是滑的是 snowboard。对，坐这个缆车其实是要有技巧的哎，因为你就是穿着你的 snowboard 或 ski， 就是直接坐下去。抵达目的地的时候，你就是要自己跳下来，然后滑出去。还蛮多人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是跌倒。现在要走回去了。
挑车就是会带着大家一起绕上面的景点。小房子那边可以租溜冰鞋，还有 snowshoe。snowshoe 就是会教滑雪的地方，然后还有 ski 和 snowboard 的 rental 的地方，这边就是租借 snowboard 和 ski， 还有一些就是裤啊、雪衣，然后安全帽都可以在这边租。教滑雪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穿蓝色外套的是教练，然后他一次可能会有四五个学生左右。我想休息的话，就可以到这里面去，我们就进去休息吧。这边是搭缆车的地方，就如果要下山的话，我现在要去买咖啡喝了。Ghost Mountain 的介绍就到这里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，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粉丝专页哦，谢谢大家。